欢迎收看第293期的 TV， 我是主播李元桥。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来看今天的新闻重点。标准在哪？中正废弃车辆问题多。学生素人策展，草草影展议题深刻。造福弱势儿童，贾德兰爱的教育。医师兼公民记者，多才医生余尚儒。台风阿嬷陈侯廷，传承首座记忆。大家的爱车有被贴过废弃标志的经验吗？脚踏车是中正大学学生不可或缺的代步工具，车位也因此一位难求，废弃车辆的处理就显得格外重要了。然而，大家知道废弃的标准是什么吗？脚踏车是中正大学学生不可或缺的代步工具之一，可是你的脚踏车可能一不小心就被贴上了废弃标志。就是看起来很破烂，然后又停在一个地方停很久，就会被贴废弃脚踏车吧。我之前有一阵子没有骑脚踏车，然后我的脚踏车还蛮新的，可是就有被贴那个公告。上贴公告标准不清，究竟车管中心是如何判断脚踏车是否废弃？一般来讲，我们是看外观，它把手一些断裂或者破损的，还有坐垫，那个椅垫已经掉下去很久了，然后轮子已经扭曲的。或者有那个缺轮子的，只剩下一个轮子的，完全没气的，甚至有的那个外胎整个脱落掉。不会只看一个标准来贴，可能会有两个以上的标准，或两三个。因为通常比如说链子旧的，其实也常看到很多学生链子生锈了，还是直接在洗。最夸张的车子就是很多蚂蚁在上面爬，然后它的体积大概这么大的。如果同学的脚踏车真的不幸被贴上了废弃，那同学又该如何申诉？开学后两周开始张贴那个公告，你那个现场公告也有持续差不多两周的时间。同学这段期间发现说，他的车子被贴通知单，可以立即把它撕掉，然后我们不会再做其他另外的动作。这段期间如果同学发现他脚踏车不见了，他随时可以来车管中心，我可以协助他去保管厂，再把车子给取回来。脚踏车的所有权虽然属于同学，但是长期废置不理，仍然会造成校园使用空间不足。学生应多注意校方资讯，确保自身权益。中正易报记者沈心怡、陈恩佩，中正大学采访报道。除了紫金影展，大家听过草草影展吗？今年已经是第二届喽。结合软剧团与中正大学紫金书院的学生，希望带给地方青年不一样的醒思。第二届草草影展是由一群不曾办过大型活动的学生共同策展，结合嘉义在地软剧团与中正大学紫金书院的学生共同推荐多部影片，希望带给地方青年不一样的感受。那我们都是第一次办这样的影展，所以我们没有相关的经验，我们要靠很多的努力去找到好的片子给大家看。我们的知名度我们才第二届，然后力量也还很小，所以我觉得在宣传方面会有一些劣势。草草影展与草草戏剧节主题有所连结，希望透过与青年相关的经验，以纪录片的角度观察身处台湾社会制度中的一切。大学季作为这次草影展开幕片，主要就是让大学生来谈论他们自己的生活，在映后座谈和这部片的讨论之中，让大家去发现大学生的价值和青年的价值。我们希望在这个草草影展的举办和筹划，它是一个机会，就是让学生们他可以作为他们自己影展的主办人，挑选他们自己想要看的片子，分享他们对于生活的一些小小的感想给嘉义的朋友。草草影展最大的坚持是每一场都有映后座谈，观众在影片播放结束后可以与剧组人员一同探讨人生的方向与意涵，让观众走出去会觉得更充实，因为每部片都有它背后的议题可以跟大家一起讨论。然后我们也邀请，就是每场都有邀请，像是导演或者是编剧，就是让他们到现场，然后跟观众就是近距离接触，然后让观众问问题。我们比较是走青年、走社会、走在地化、走草根性。草草影展从无到有，经历许多困难与障碍，期待影展能深耕在地，带给青年更不一样的视野。中正易报记者卢威宇、黄建明、嘉义民雄报道。从大林镇图书馆的活动室里传来了各种稚嫩的背诵声，那就是贾德兰一手创立的免费英语教室，也是那些弱势孩童温暖的避风港。
这里是大林镇图书馆的活动室，在台上教英文的是创立免费英语基础班的贾德兰。贾德兰教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女儿，还有弱势家庭的孩子，让这些学童在学习英文上不会落后于人。其实我是弱势家庭，那对我们弱势家庭是一个很大的帮助。所以想说给他一个没有压力的一个学习环境，比下可能也许比正统的英文上课会学得更多。你以前会喜欢英文吗？喜欢。那现在呢？现在喜欢，因为英文的基本都练起。因为女儿在校英语成绩受到打击，让贾德兰正视孩子的英语基础教育，而一个念头思及大林的偏乡环境，决定开班让弱势孩童也能重新接受英语。一开始就是因为我女儿她准备放弃英语，所以才会想说要从头开始教她。她说如果是教英语的话，也是教那我把失去需要的孩子都带来一起教一教。贾德兰对教育的坚持，即使因为父亲生病，在照顾父亲以英文班之间来回奔波，也不愿意让英文班中断，并且认为教育的背后其实更需要的是陪伴成长。我们就会不只关心他英文啊，但是你遇到他有其他问题的时候，你还在帮他。后来我觉得说，他们其实这些孩子真的需要的是陪伴，并不是任何一个科目的缺乏，而是真的需要陪伴。其实啊，过程中有一些挫折。但是你看到一些孩子，他从很讨厌英文，但是很喜欢，很主动的去找英文的功课啊，我觉得这是为我最高兴。作为一个妈妈，想到自己小时候也曾害怕英文，如今自己的小孩也遇到相同的问题，让她决定一起找出解决办法，更希望能帮助其他弱势家庭，让爱陪伴所有孩子。中正一报记者谢怡婷、何秀琪，嘉义大林报道。余尚如平常是一位关心病患的医生，私底下是一位关心社会议题的公民记者。他认为医生不该只是医生，应该从关心社区的问题开始。余尚如医师不仅是一位对病患不遗余力的医生，同时也身兼公民记者，从学生时代便开始关心时事议题，希望每个人都能积极参与。我在做学生的时代，我就有参与那个垃圾鸟院的保存运动，对，所以我知道说有很多的公共事务，它并不是表面上看起来，或者是在新闻媒体上所展现的那样子。前一阵子闹得沸沸扬扬的食品安全议题，让余尚如开始推动在家榨油，并且分享亲身经验。除了食用油问题，余尚如更担心嘉义空气污染所造成的伤害。在行医之余，以公民记者的身份做出一份详细的报道。嘉义地区的这个空气品质并不好，空气中有很多的一些悬浮微粒，而且指数还蛮高的。因为患者有很多，我呼吸有一些问题，然后他慢慢去追一些原因，为什么他这么多患者都这样子。那我是认为说应该是要更积极，就是主动就是通知这些幼稚园、托儿所、国小啊，还有一些老人院啊，还甚至是医院、诊所，就是让他们让民众知道说现在应该避免出门啊，如果出门应该戴口罩。医生不只是医生，余尚如推动社区医疗协会，希望帮助病患之外，能更深入了解为什么民众会生病，并让大家认识基本的健康资讯。医师他平常都对他患者啊很亲切啊，他以医师身份出来，要专业，然后报道很多跟人这嘉义地区的人生活健康相关的问题。因为我是嘉义科的医师啊，所以嘉义科医师应该是要跟社区连结在一起。那我们讲社区医学，就是要从关心社区的问题开始。中正一报吴冠廷、周庭伟嘉义报道。一边经营旅店，一边开班授课，他就是今年已经75岁的裁缝阿嬷陈侯廷。13岁便开始学习裁缝，19岁就自己当老师了，一缝便是一甲子。如今阿嬷也成为了文化传承的桥梁。在嘉义县埔仔乡的古籍旅社里，住着一位裁缝阿嬷陈侯妍。从小毕业就开始学习裁缝，19岁就有了师父级的手艺。13岁来学，学啊初19岁全出去教师啊，我去做老师啊啦。去教出去教洋菜哦，迄阵生意很好。面对工业化的兴起，手工裁缝业受到巨大的冲击，阿嬷只好另谋出路，甚至从中看见了另一种可能。我六十岁啊，迄阵啊，感觉讲
迄阵都那种人都较少啊，啊，唔只我开得扛棒，转来改衫，十几当钟，迄阵阮迄个囝结婚了，啊，有生孙生生囝，啊，就甲阿孙咧接咧陪啊，接迄个迄个囡仔陪啊，甲接接哼，啊，佫拢一粒一粒，差不多拢一粒一粒，嗯，啊，接接起佫水呢，啊，全底下兴趣起来讲。因为孙子的棉被让阿嬷找到了兴趣，也看见了拼布的艺术。最近甚至开班授课，让更多人体会手工裁缝的乐趣。就是看到那个当阿嬷，她的作品很漂亮，她有去那个展示，所以我就想来学学看一看。以前没有玩过这种车缝裁缝机，也是第一次。啊，第一次上手之后就觉得还不错玩。对啊，其实很多手做的东西哦，在台湾都已经渐渐的消失。不断的学习的话，其实可以充实自己的人生这样子。哦，教到来教啊，传了在迄个啊年轻人啊，哦，阿姨蛮欢喜个嘿，大家学个偌趣味嘞。白色的。阿妈与学生乐在其中，她也透露。这些教材与他作品的材料其实是工厂不要的碎布，回收再利用，让手工文创增添另一种价值。利用这个，伊要提去粪扫，要去烧，啊，咱利用迄个布料啊，咱利用咱来做，啊，做起来搁水，做起来感觉讲，你即马啦，有诶工人做嘛，无做啊遐尼水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即下咱家手工诶做较水啊，走进阿嬷的收藏室，堆了满山的作品，这些都是阿嬷一手打造的。一家子的裁缝历程，在工作中找到了兴趣，阿嬷也成为了文化传承的桥梁。讲我之前身体45岁，我身体还阁遮健康，还阁有法度通去教这迄个年轻人做，啊，后这年轻人哦，阁继续后日阁会当因囝嘛未晓，会当阁教教，安尼我嘛感觉讲。我感觉足光荣的嘞，中正一报记者由草原陈柏颖嘉义铺子报道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是主播李元桥。这周是哪个社团为我们带来演出呢？我们下次再见。中正热音社，我们看中正一报，耶、yeah! ！